我的名字叫穆英英，为什么的为什么要搞这个？我现在在伦敦呢亚非学院读博士，我呢博士论文是做少数民族呢语言仪式和身份认同，然后呢我在这边已经待了5年了，我平常是讲英语，然后我很少讲芒市话，但是今天为了这个项目。 为了这个项目呢，我录一个芒市话的音，然后如果芒市人在这边的话，可以跟我联系。